台南艺术大学是在1996年成立的，我们从一开始只有四个研究所，一直到现在全校总共1600个学生。台湾来讲，我们总共有三所艺术大学，只有我们台南艺术大学是在台北市以外的唯一的一所艺术大学。也就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的特质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文博学院有一系一所一硕士班这样啊，那所谓的系就是艺术史学系，一所呢就是博物馆学与古物维护研究所，那么一硕士班呢就是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硕士班。三个领域就是艺术史与评论、博物馆学跟古物修护，这三支必须要连在一起。这三大领域其实都是我们学校所创的，可是其他的学校就纷纷开始有，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学校同时具备这三个领域。我们经常用一棵树来比喻文博学院啊，那如果我们说学校的通识中心给予的养分是土壤的话，那么树干就是我们艺术史的基本的训练，然后艺术史上来以后，我们到了这个大学三年级就分为三组，好，一组就是继续深入艺术史跟评论的一个学习，那么一组就是这个博物馆学组，另外一个就是文物修护组。那就博物馆学来讲，他们比较重视的当然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些空间做一些文物典藏的管理啊，还有一个展示的空间。那至于我们的这个修复，我们文博学院有一栋古物修复的这个楼啊，他们就有一个专业的工作室啊，所以就修复而言，这也是国内无独仅有的。视觉艺术学院它有博士班、有硕士班跟大学部。大学部的部分有材质创作设计系，几个材质为主的哈，比如说陶瓷、金工、纤维、木质这部分，那是希望在大学部的这些学生能够对这些材质很熟悉啊，然后就能够做创作。那进到研究所这边呢，就分出很多个不同的艺术的取向。应用艺术研究所的话，就跟材质系有点像，他们也是陶瓷、金工、纤维。好，那应该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创作。造型艺术研究所算是比较原本的传统的这个美术这个头像，但是他们其实在做现代艺术，啊，那也可能立体的种种部分都有，然后或者影像的。那在建筑艺术研究所这边它是国内唯一一个特别叫做建筑艺术研究所的。那他不以训练建筑师当目标，啊，他是希望让学生去摸索各种，比较跟空间有关的艺术创作这样，然后到博士班，就是一方面要从事创作，啊，也一方面也希望做有一些理论的训练，所以有些做评论啊，都有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南艺大，作为一个最小型的学校，全台湾最小型的一个学校，最偏远的学校，还有一个最新的学校，这几个特质，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特质，
知道整个大环境的潮流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在这潮流里面如何还能够保持这个特质，而不是一味的跟着潮流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学院，它的前身呢是音像艺术学群，至今已经迈入了第17个年头。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改制为音像艺术学院。音像技术所的，它着重于生活观察、历史事件，还有民俗人文为出发点的音像记录创作。动画研究所呢，它的目标则试图开创根基于本土、胸怀国际视野的动画艺术创作的风气。这两年我们又加入了声音的部分，于是我们成立了应用音乐系。强调那个系很大，所以你看过。对于应用音乐的技术，并且呢跟美学和影像方面做一个结合，从这个结构上的一个蓝图呢是非常具有理想性的，就是可以适应未来急速发展的数位影像以及影音工业。所以整个的音像学院呢，就是不断地在随着国内的环境以及国外的趋势在做调整。目前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能够适应这些发展所需的人才培育。不管是在研究上面或是创作上面，我们都累积了相当的能量。音乐学院底下设有两个七年一贯制的学系，包括音乐学系和中国音乐学系，另外还有两个硕士班的研究所，包括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和钢琴合作艺术研究所。另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各个系所的音乐资源共同组成的亚太音乐研究中心。七年一贯制是我国艺术教育法里面非常特殊的专业养成体系。我们招收国中毕业生进入本校之后，我们给予连续七年的专业训练。而当同学在七年一贯制音乐教育体系养成之后呢，还可以选择继续考进系里面所开设的硕士班，或者选择攻读海内外相关的音乐艺术研究所，追求更精进的音乐艺术造诣。术科的学习方面，除了有器乐和声乐的主辅修课程之外，我们也更成立了各种形态的中小型乐团，以及音乐系的交响乐团和国乐系的民族管弦乐团。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十几年是全球变化最快的一个时代，也就是什么事情都在快速的发生，但是只有艺术这件事情是快速不来的。但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环境，大环境要我们快速，那我们又快速不来，这中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要很有信心，要很确定知道我们的特性在哪里，这样等这些浪潮过了以后，我们就有机会成为第一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在这个学校从创校第一天就在这个学校一个老男艺人啊，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学生如果能够耐得住性子的在这边把书念完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很大的成就。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多研究生已经有很多成就，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想重要的是除了他们的个人的才华之外，也就是他们在学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体验了跟他们同一个年纪同一个时代不一样年轻人他们所经历不一样的这些时光，所以他们能够忍人所不能忍，所以才有一些好的成就。